当世间有趣的人们工作中那些沙雕的行为逗乐了众人，也将为人们平淡的生活带来美丽的心情。今天就让旅人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吧。镜头下，一位神秘超级战士的登场。现在你知道深夜那些地板下低声的呼喊究竟是来自哪里了吧？当人们手中工作的道具变得难以驾驭，想必从此男子对于枯叶堆也开始有了心理的阴影。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名男子其实并非是在游戏，这是只有作为土豪才能拥有的沐浴体验。在加利福尼亚的高空中，一名工人切割一棵高耸入云棕榈树时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种画面只会出现在动画中，而有趣的人们突发奇想的创意，让本该枯燥的工作看得更像是某种痛并快乐着的游戏。当一位牛朋友前来视察人们的工作，深感满意，选择离去。我想这位男子已经为自己省下了前去健身房的时间。这是一段关于早期人类驯服野生卡车时的影像。而所谓团队间默契的合作，以另类的方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这是一位男生变成男孩的瞬间。也许人们的设想总是趋于完美，而真实的现实又总是狠狠地打脸。当人们向着这位斜坡上的危机中伸出了援手的挖土机司机表达着感谢之意，而男子对于自己工作的热爱开始展露出一脸享受的表情。当人们奇思妙想的创意让工地中一场场奇妙的演奏会就此开启。而男子虽孑然一身，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迎接来了自己舞会的伴侣。所谓巫师界的科技日新月异，向人们展现着设计师与众不同的创意，而工人们面对无聊的室外会议开始偷偷摸鱼，与自己心爱的猫咪悄悄地撸在了一起。镜头下来自身边同事恶作剧的偷袭。
到那些长假之前的一天，即便是人们工作时，也早已按捺不住自己内心开始展露欢乐的心情。而我很是好奇，到底是曾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才会呈现出镜头前男子这般悲惨的状况。想必此时举着钩子愣在原地的男子，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多余。看看这位司机朋友是如何让强迫症患者开始焦虑。真是个坏心眼的眼镜。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忍住不去恶作剧。如何分辨工地中老手和新人的区别？我觉得砌墙时，其实助手的工作显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当司机们之间打招呼的方式显得有些不那么环保的模样。现在你知道为何老外们的基建工作总是要花上更长时间的理由了吧？也许这位男子从此便再也无法离开自己的工作场地。当人们工作失误时，沙雕般的景象被镜头所记录下。而大雨中浪漫的景象。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关注，我将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部影片再见。